其實佢用咗膠原植入技術，用咗 3D 水滴型嘅能量打入到我哋皮膚嘅真皮層，從而達至到增生我哋眼部周邊嘅骨膠原。佢裡面都會有 Formage 同 Hyaluron 嘅效果，咁可以全方位去改善到我哋眼部周邊嘅問題，包括眼皮、眼袋、眼圈、眼紋。其實任何年齡層都啱做嘅。咁譬如你成日玩電話啊，會成日對住電腦啊，又會捽眼啊，戴 contour 光卸妝啊，都會令到我哋嘅眼部提早老化。咁甚至乎可能一啲年紀比較大啲，增長咗眼皮都會有鬆弛嘅情況出現。維人緊同埋皮膚敏感緊嘅人士其實都唔適合去做主。咁但係做之前咧，電眼窗我哋都會係由醫生去主理嘅，所以做之前其實醫生都會評估咗你嘅皮膚狀況先，咁我哋先至會進行呢個療程。做一次咧，其實效果都會明顯嘅。咁一般嚟講，如果你想個效用性 keep 得比較耐啲，咁我哋會用5-10次為止一個療程去做。咁你大概要2-3個星期一次啦。咁其後用翻1-2個月去保養翻。咁其實10次打後，如果皮膚狀態嚟講嘅話咧，你去保養得好，你可以用翻家居護理，例如我哋醫學級嘅品牌 Dermasynergy 嘅眼膜啦，甚至乎你可以去到美容院做一啲普通嘅射頻去 maintenance 住你而家嘅皮膚狀況。